好过年喽，开开心心呐、啊！像团年欢江哦。华人农历新年到来前，马来西亚慈济巴生知会志工为了让照顾户能够感受佳节气氛，两天内在五个公休处举办新春团圆活动。毕竟要去到我们巴生的知会哦，那么他们要去呢，他们就会想到路程，所以他们就会说啊、我还是不去这样。但是这一次在社区办哦，可以说差不多是180%的出席率。新年歌曲、团圆年菜，志工用心准备，让现场充满年味。我觉得很感动，还有很开心啊！因为慈济每年在大大小小的节日，尤其是新春的时候，都有陪我们度过。他们都有当作我好像一家人啊，姐妹这样子咯，大家庭啊，大家好像在团圆这样子咯，所以呢，要一定要来的。除了热闹气氛，也有感动环节，奉茶让子女感念父母恩情。妈妈很辛苦了，帮我带我女儿，应该是享福嘛，不是她来帮我。辛苦啦，伊们要努力去啊，安款哦。哎，我能做些劳务，本身发点安我能做点饭。用过团圆饭后，照顾户也不忘在佳节做善事，竹筒回娘家，善年汇聚，让爱延续。因为帮助别人呐、我倒一角钱呐、五分钱都是可以帮助的。新春团圆，54个家庭在春节来临前感受温暖，迎接新一年。台新闻真善美之工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